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来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讲华语哦？因为啊，我隔壁这位小妹妹啊，她也会讲华语嘞。来，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我的名字是 Unita。哇，是不是很标准她的华语？OK，Unita， 你今年几岁？14岁。14岁 ，OK， 所以还在读书啦。对。OK， 这样你是怎样接触到 iVision 的？是我的妈妈跟我讲的。你妈妈？嗯、为什么你妈妈会跟你讲 iVision？ 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用很多电脑啊电话，所以我的眼睛有一点不好啊。不好哦，有几不好？就很不好。不能讲。OK， 这样子，如果你讲不好的话，为什么你会没有戴眼镜呢？因为等下，如果你戴了眼镜一次，就你要戴很多年嘛，所以我不要。哦，然后也是因为爱美是吗？对。OK， 这样子，你治疗爱美圈，你感觉到怎样不一样？什么改善了？我的眼睛有进步很多，进步很多。嗯，怎样讲进步呢？你看东西的时候怎样？就是我在班上看白板啊，我看得到很清楚，很清楚。嗯、就你平时在班上是坐前面还是后面的？后面的。哦，所以至少这个 eye vision 就看得比较清楚。对。哦，就你一天你吃几包？我一天吃两包。两包。嗯，一天吃两包，然后你吃了多久？你看到效果？好像两个星期多了，两个星期多，嗯，两个星期多。然后刚刚听你妈妈讲，你还没有每天治哦，对，没有每天治也有这样好的效果、哦，对，哇，真的很好嘞。这样子 ，OK， 这样你的效果这么好哦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棒？嗯，这样子你有什么鼓励的话，想要对那些还在考虑着我们这个爱米炫的人啊，讲说吗？这个 product 是很好的，是你治疗很少，也是会看到很多进步的，所以。对对对，不过最主要一定要坚持吃啦、嗯，这样子的话才会保护，真正保护到我们的眼睛嘛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我们眼睛哦，对，而且我们现在每天都看电话，对不对？嗯、OK， 这样子谢谢Unita 的这个分享哦，也希望这一个分享哦可以帮助到更多人，可能父母亲啊、爸爸妈妈在外面啊，孩子整天会看电话的啊都要投资给自己的孩子去服用这个 iVision 哦，OK， 好，谢谢Unita 的分享，拜拜。